下半场也没有换人，没有换人，还是那个上半场的所有的十一个人。这么看是石桂红跟孙文打的两个中锋，然后孙庆梅是这个前腰，442的这个菱形的这个中场的前腰。踢球确实是我们，确实是自信心特别强。石桂红就是典型的他代表，特别有霸气。变成赵丽宏了，左脚。现在看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在定位球上可能缺少一些变化，因为呢美国队呢可能在身高上面可能更强于我们，而且我们当时队里面的主要的投球攻击点就是三号范颖杰，他的投球是队里面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可能在攻击上面可能比较单调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在战术的这种定位球上更丰富一点可能更好。当时我们第一落点老抢不到，是的，在身高上没有优势。你看下半场刚刚开场两分钟，我觉得就已经能看到好像美国队的这个进攻好像更多了，比上半场更多了，也说明我们可能在体能上面确实下降了。后卫线的保护真好，罚起来，你看刚才又是范颖杰在争点，然后一罚起来以后，又想起来那个世界杯的时候跟美国队，我发那个角球，范颖杰又差点顶进去，被那个从门线给救出来了。世界女足的发展真的格局都变了，这个欧洲的女足现在崛起的特别快。像现在这个就96年的时候，什么荷兰女足啊、意大利女足啊、英格兰女足啊，真的是没怎么开展。在世界的人家奥运会这八支队伍根本看不到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北欧可能更强一点。看
想从96到现在，亚洲的版图也发生变化。是的，是的。所以中国女足现在就是第一，你看孙雯现在上来以后，第一就是把青少年的这个基数要强大，然后建立一些青训中心，可能用更好的给青训中心搭建了以后，有更好的有天赋的小孩去接受更好的训练。像这个他们就是这些国家，其实人家都有青训中心，所以说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青训中心。就您现在了解北京踢球的女孩子特别少，特别少，跟男足一样，就是没有纯北京的孩子，然后踢球特别少，寥寥无几。那我们现在球队有没有选材？选材基本上那个各体校都是从外地去找的，各体校从外地去找的。纯北京的孩子真的太少了，然后就是踢球的小孩有些可能是从小确实在北京，但是父母也是就是也是外地的，然后来北京发展。你像那个时候比如奥运会，现在北京籍的我、刘爱玲、温丽蓉，我们三个人里面那只有我一个北京的，小温是四川的，爱玲是湖北的。后来到世界杯的时候，北京的就是在比赛场上的金燕又是山西的，然后我们可能没打比赛的里面有满艳玲、樊春玲，满艳玲又是长春的，所以就是特别少。全国来说，现在踢球的孩子要比以前要多一些了吗？要多一些，因为现在是这样，现在我们可能足协也是，中国足协也是要弄单年龄段，就是以前可能就是两个年龄段的队员组成一个队伍，现在都是单年龄段，比如05一个年龄段，06一个年龄段，哎，那他就基数就多了嘛，就多了。然后又有青运会呀，然后全运会又设置青年组啊，可能都让更多的就是年轻的队员有比赛。然后你包括全运会都是局，就是省的那个全运会都是，对吧？各个体育就会重视，可能会给更多的青少年拨一些经费，所以可能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成长。其实就目前来说，青少年足球这个环境应该要比以前要大。大环境要好，是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在重视这个这种新鲜的这个血液的培养。现在女足队员的待遇，现在我认为待遇还是比以前强了很多，而且特别是女超了以后，然后也必须让这个赞助商有多少多少的必须资金的一些投入，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长春啊，然后这个武汉呀、然后江苏、上海一直都比较稳定，像长春是没有体育局的支持，纯靠这种企业就特别好。现在平均女超的队员大概年薪，这个那不一样，可能国家队的可能更高一点，然后这个没在国家队的队员可能更低一点，但是肯定会比以前强很多，肯定比以前强很多。就但是跟要是跟这个男足比，就是、那不能跟男足，因为女足我觉得市场性还差了很多，对吧？但是自个儿跟自个儿比，我觉得就很感谢，因为以前就是太说不过去了，1000多、2000多、3000多这些收入，但是现在肯定就是10倍、20倍的可以往上增长，就是
是挺好，而且企业给一份儿，你体局的队伍，体局可能还会给一些补助，所以就会好很多。然后你比赛，你企业在那个比赛会有些奖金。奖金。所以现在是延长了一些足球队员、女足就是年龄偏大的这些队员的寿命、运动生涯。以前可能那我就是大学毕业，那我也不踢了，我就肯定要找工作。然后现在呢，就是既然收入可以，还不错，然后可能会更要再延长几年。下半场我觉得明显看出来中国女足一直在可能防守可能成七了，进攻可能就成三了。还是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确实是体能下降，确实是体能下降。还有其他记得也特别清楚，我们在那个打那个泛太平洋杯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那个一个膝关节，可能我们俩冲撞了，一个膝关节砸我这肋骨上了，给我砸折了三根肋骨，其他也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们可能比赛的次数太多了，所以就是记这些队员记得比较清楚，就比较熟。像13号莉莉啊，9号米尔汉姆啊。打不到对方半场啊！是，其实我们这一批队员里面，赵丽宏是最能跑的，赵丽宏是最能跑的。十二分那个时候我们要测十二分，他最好成绩能达到那个时候男足的3200。哇！进行换人啊，两边都没有，没有。现在想想，我们可能，地面传球是没问题的了。我们可能在转移上面，在怎么在能撕开美国队的防线上面，进攻上面可能再丰富一点，我觉得可能更好。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去追求这种地面，但是呢，美国队的防守并没有很好的去撕开美国队的防守。现在看我们确实是体能下降了，能不能通过换人然后可能会达到一些效果，或者是可能我们防守更多了以后，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反击的一个点，可能更丰富一点，可能更好。你看我们现在就这样的这个传控是没有问题的，每个人都能拿球，每个人都能控球，每个人都不轻易丢球。但你不得不说，就到这种情况这样，我们都坚持打脚下。是是。这一段打得不错，一直在压着美国队打。
就你看我们尽管是走脚下，但是我们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渗透传球的这一下。就刚才应该又是艾玲的渗透传球，即便体能可能有一些吃亏，但是我坚持住我自己的打法，并没有那种不负责任的随便起一脚，或者说这种传的不负责任的那种球，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不慌，所谓的不慌其实就是也体现在这些方面。其实他慌了的话，他会很盲目的就踢走了。对，我记得96在那时候，那时候国内可能还没有兴体能。新体能，比如现在你像核心区啊，一些体能注重体能的训练，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一说体能就是跑，对对吧？转着圈跑，然后要么就12分，要么就是折返跑、悠悠，可能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其实是对大肌肉的这种，是对吧？现在是小肌肉群要开始了。其实都能踢，而且你看他这个脚法特别好，左右脚的脚法都特别好。艾玲姐这远射哈，一想起咱世界杯那两脚教科书的远射，他一直都是远射非常好。真的很累，真的，看到他真的很累，我自个儿都能想到当时真的很累。其实还是一样的速度，防米阿汉姆也是防得很辛苦，他也是快，进球欲望强。5号谢慧琳吧？对，5号谢慧琳。从边后卫到中后卫，因为小温不在嘛。教练真的很优秀，我们也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那个鼎盛时期的那几年一直是他带领着美国女足。就这力量，中国女足的队员就这个上肢和这个腰腹的力量，中国女足可是队员没有，基本上没有能这么扔的。禁区里砸，是他在守门员里面可能并不是很高的，但是呢这个活动范围啊，这种
时间呀、出击的时间呀、选位呀都非常好，他也是一个张扬性的一个守门员。对，线还是保护的位置好，其实体能下降了以后可能在个人能力上面可能差一点，但你看还是通过这个协防补位化解和弥补了一些漏洞，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这种连续性的这种传接球控制。上美国跟美国队比赛也好，比如我们打那个阿尔加夫杯也好，因为跟美国队就遇到的多嘛。哎呦，跟他们一起比赛的时候，尤其是下半场后面那一阶段，就永远都会问裁判还有多长时间。然后我们只要一跟美国队比赛，马指肯定会说我们要加强体能，我们要加强体能。当时要进行这样一场大运动量的比赛之后怎么放松了，在当时就是按摩吗？哎，还真是，就靠比如我们带去两个队医三个队医，平时的话可能在哪块再请四个按摩师什么的、就帮我们这么按摩，没有什么冰浴啊什么那个滚轴 啊没有，就纯用手，就纯用手按摩。我们可能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可能还有冰浴了，可能那个时候，但是国内真的没兴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康复手段，就靠吃睡完了做一些拉长拉伸，靠这个大夫，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夫也很辛苦。然后那个时候就说，哎，大夫实在是工作量太大了，然后马指就说了啊，大夫你们弄啊，不够人手我们教练上啊，不会的话我们就趴在地上，他们拿脚给我们踩了、然后我们这个马指李指都用上了，这个球进了、这个球我看一下回放，好像是我们一个失误被人家抢断了，看一下这儿，就是我们刚压上去，然后突然间又失误了，然后我们再往回，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后卫就回不来了。那有一种说法说的是这个九号棉哈姆是从越位位置拿球，哦，因为当时所有中国队队员都在他的身后，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他，而且他还相当于参与了整个进攻，因为他传给了14号，就是16号又。对对对，随后14号又传给这个16号进球，那就是越位回拿哈、哎呀，那我们当时在场上，我们记不住这个，看不太清楚。对，我们当时就是前压的，确实前压的。但是现在看啊，因为就是看刚才那个画面，这个现在我也当教练了，知道分析比赛了。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是有一些这个抗议或者提出争议，去进行了一些，因为可能他越位回拿的时候不是我们的那个。